是戏编哦？什么？我才不是好吗？以我凭着我这张脸蛋，我还可以当戏编？怎么可能？这个同学，你觉得我像戏编吗？什么？你说像？太过分了！同学，你说我像戏编吗？像，花了 B 嘞。好，张一柔，你就是戏编，别人没朋友啊。我才不是，你看大家都这样说，你就是戏编啊。哼，不是好吗？不然来嘛，我们来比赛。来比赛啊！来哦，来比我们的数字有几个？我们来比朋友数字，好不好？讲出来吓死你尿裤子，我跟你讲。我也会吓到你哦，互相吓到你。来没？来说上。1、2、3。Only one。好了，我们朋友就是互相的对方，我们没有再有其他的朋友了。就让我们掌声欢迎接下来吉他社带来的 Only one。1、2、3、1、1、1。那我的再大声一些些。好，喂。好，喂。嗨，大家好。大家都知道。好。那我先介绍一下我的 partner， 这是我们中庭，这是我们这一届的副社，然后这是我们岩壁的学长，岩壁的纯佑学长，在最旁边拿那个很黑色很猛的乐器的东西，是我们子杰是跟我同一届的吧？你的牌子跑到后面去了，哦好没事，他是子杰，我帮大家介绍一下，然后我是念华。然后，嗨，抱歉，这光太亮，我其实看不太到你们。那你们就看我好了，好吗？好，我是念华。然后今天，谢谢。你谁啊？我真的看不到你们。好，这首歌是《你是我的唯一》，只是我觉得里面我就是某些改了一点小词，一点点而已，所以我把它叫做 Only One， 还是 Only You？Only One， 不是罗志祥的那个。Only One。然后这首歌很久。大家有看过《梦想的声音》吗？有吗？大陆的节目有一个田馥甄啊，什么对？他就是这首是林俊杰翻唱，叫做那个《你是我的唯一》，巫启贤的，很久了，这首歌好久了。我今天念华难得可以唱这么安静的歌，所以大家要珍惜。我平常唱太吵的歌，今天很安静很低沉，希望大家喜欢啊。大家都看得到我哈。所以我的气球是不是很明显？这样子好了，好吗？好。好那我们要开始，还行吗？可以吗，学长？学长的吉他可以再大声一点点吗？看一下，我们小试一下吧。或许你不相信。听到我声音吗？有没有被乐器盖住 ？OK 哈，好，那听到，那我们要开始喽。开始前要干嘛？泡泡啊！好，那我要开始了。See you.
谢谢大家。